看一下他的反应。风向变左前方了，是对着我脸吹的意思，就是左前方这边有一点凉凉这样。太阳不见了。对啊，刚刚天气看起来比较冻在这边，那就说下午三点要下雪。有人偷滑这儿，哼，要被抓呢。热一点，哇，好冷。嗯，你觉得这是人吗？啊，这不是哦。哎，这也不可能。这是雪上摩托车的痕迹。对，我要说的就是雪上摩托车。中间有那个，两边是那个。然后它支撑的嘛。嗯。就是他说他开了两车是我辆，但是这边只算。哦，这两台算一。我以为，说明他算两台哦，一二三四。嗯，好像是。
录音。看他在录谁。录这个吗？跳一下这样。好危险，快要错倒，帮他拍照的人了。嗯。就这样跳一下。嗯。那是女的吗？不是。你说跳的看起来好像小孩子，小的孩子。嗯。男的，在录的，两个都男的，录社会后高中生，但是他的姿势却很差劲。然后这里有牌子叫他不要去。有啊。嗯，真的看到人出来了。什么人出来？我早上说没在鼓，现在看到。右边，在右边。他没有在左边。我说他在铲，有人在鼓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是啊，所以右边就是没开的潮雪道吗？
蹭到一道，只能直直的。然后也回不到缆车。回得到要退掉。回不到，我是比较高。就是哦，那就要去滑动物之森，不然就蹭那一小段又往回走。粉粉的汁。听起来不像是原唱，是啊，大爷的声音，是吗？有那么年轻的声音，因为那么久以前。看一下棒棒还在不在？我真的想说摩托车去那里干嘛？该不会棒棒已经不见了吧？但是那个棒棒埋那么深，应该已经在那里很久了。车开过来把棒棒拿走了，然后这边走了几步过来，但是没有棒棒的痕迹呢，还是那一个深深的感觉，奇怪。对啊，所以摩托车只为了拿两根棒棒，原来如此。这种是不同手段。你说后面跟前面播的歌不一样？对啊。这堆绿绿草，一直咬耳朵。什么咬耳朵？就咬咬咬咬咬咬，像兔子咬耳朵。此地无脚印。那么咸臭臭。什么臭臭？硫磺臭。自己在想，我上次住在万座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一次地震啊？没有啦，没有，哪有？那你昨天有，你是泡那个有外汤的温泉吗？我没有出去。什么意思？你就内汤泡一泡。对啊，我内汤泡一泡，然后往前面看，然后我就看到前面。隔着玻璃往前看，就是看到男生躺跟中间躺，男女混。但是那个男女混的中间躺，我只看到三个男的在那里，似乎是这样。因为你看绿色包到哪，就可以判定性别。对啊。然后有包。对啊。那么两个外汤他们也包。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很热？舌头很老。嗯？舌头很老。嗯。喷起来有点痛，你没有觉得有点痛吗？一开始就没有很热，然后就觉得有点是不是太冷，然后那个水珠细到不行，就太阳出来了。360，我就想说，我也懒得带，就算我有，我也懒得带，嗯，不会可惜，没带到。
天啊，我是怎么一路风景很好看？这是刚捧的雪，越拉越跳一下之后摔倒。好暖啊！有吗？有啊，我觉得很暖。不超想拍张照，而且没有要拍到手指。应该没拍到手指吧，自以为回去看又是手指。你要帮你拍照吗？不用吧，你要吗？做点练习吗？练习什么？来练习小转转。就是这样子吗？嘿，如果很这样子，就是停下来，然后。稍微没这样子就是前进，很这样子就是停下来，稍微没这样子就是前进，很这样子就是停下来，这样就是前进，很这样就是停下来。然后你看啊，这样子前面都是平的，上半身往这边，但是脚你看却往这边。然后如果你的头很前面这样子顶，就是停下来。其实这个时候小腿是朝上面的，它翘起来了，所以帮你停下来。但是我把它这样子抬高一点，上半身没有那么往前的时候，上半身没有这么往前的时候，你的全身的形状就渐渐的从七变成有点像是一，变成一的这个过程，变回来的过程，你就会渐渐的往前滑下去。因为你躲，你偷躲。你要现在要停下来的话，就是现在要停下来的话，就是上半身这样子，有一点点像是，不能那样讲，就是有一点点像是你以前那种刹车。但是呢，我们以前的刹车
是有点不对的刹车，因为我们是用扭腰的刹车。那正确比较正确的话，应该是说，不是要硬扭，而是要这样子，这样子往前一弯就会停下来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所以你速度很快，例如说这样子速度很快的时候，这样子就会停下来的话，你就会可以渐渐矫正掉你扭腰的毛病。因为你上半身往下的时候，其实你的脚就自然会有把板子转往这样子的那种感觉，那这样子其实就会帮你停下来了。所以刹车就是往前戳地上，然后连续做这个就是小转，还有就是那个叫 hockey stop， 就是刹车，就是练习这种刹车，然后这种刹车连续做就是小转，而且上半身往前面下弯这样子的话，可以避免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就是说，我们以前如果是你那种刹车的话，你是这样子，就是用上半身先往上山上头，然后这样子停下来，这样会不稳，因为你要这样子会有一种你重心要到底要怎样，所以会左手会抬起来想要平衡一下。但是不管你往下滑或者刹车的时候，上半身都是这样子的状态下的话，这时候你还可以控制你全身，你可以控制我要压多少紧，多松多紧。那个时候，对，你这样子有这个感觉，只是上半身会比你想象的更往前凸一点。你刚刚做的已经是接近是完全都对的了，然后以后你都习惯用这个方法刹车的话，就会稳很多，就是 hockey stop。一开始练习的时候要很有意识的觉得我要上半身往前凸，因为那个是在帮你修正之前的坏习惯，就是上半身往后躲。你要做的比你想象的更前面，好像有一点我要去很前面，我的上半身要去很前面那种感觉。对，大概是这样。有，连续的话就是比较像小转这样。轻松，冲冲冲！
在下雪，还是上面吹线了？不知道，好像是吹的吧。又晒得很暖。教练就给他上去两回，就要教很久。我只是说，原来那里有摆个缆车可以坐得到，我刚没看到。对，根本就没有广东啦，还是哪里呀、啊？搞不好、哦。看到红色上衣就觉得看下面影子，有，就是看我的脚打交叉。我也是交叉。有暖吗？有暖吗？要用力，脚要用力，不是手。嗯。如果要挺着的话，脚要用力。对啊，所以就不想用力。嗯，好，所以这就是第一根棒棒椅机跟第二根棒棒椅机。为了棒棒还是来拿走。是你右脚刮的多，左脚刮的少，所以右脚比较是用侧滑出去的，左脚比较是沿着轨道前进。
夜市。夜市有脚很多哎，你没有你多、啊。我也知道我的左右不平均啊。其实雪镜戴上也没有觉得太亮，我以后都只买这种的了。好丑，黄色颜色。丑，你是说看得到眼睛哦？对啊，很丑。所以你觉得我要买黄色加镜面反光？你看我的就看不到眼睛，这样比较好看。但是有那个反光，好像就是阴天会看得比较不好。也不会啊，我的阴天还好。我要两个比啊，我的上一个是镜面，那上一个就真的，那到底那个黄，那应该是我是橡胶黑黑的，这个家伙，他怎么了？下面写的是什么字？他是英文是上下颠倒还是上下正的？我觉得它是反过来的字吧？哎、欸，是正的吗？每个人都是跳了一下之后，有点恐怖。所以就是落地的瞬间。哦，你是说去跳吗？对啊。凹哎、欸。再看一次，没有。为什么每个人下来都会吃菜？有点没有，上去一定是没事的。我觉得是落地有什么问题，落地的地方有个让人意想不到的东西。不知道今天回去脚会怎么样，我也不知道，脚没滑了，可一年滑一次。右边下。对啊，这一直在飘呢。对，是真的下雨。嗯。哦，你说三点要下雪的那个时候。对，是提早来的，小的。所以就没太阳了。大家都往左。这样我就会想往右。你要往右吗？我往右。
有吗？有，这两脚都很多啊。就反正越滑越轻松。我现在开始试着往一只脚滑滑看。我说实际上右脚虚，一只脚虚踩。我刚刚是在试这个。12:40吧，一点了，这滑下来或下一次滑下来，就该去喝个水。啊，还没啦，我说我大概1:50爬去，那就再下次。这不知道一个轮回有几分钟？我猜一个轮回20分钟吧。那有那么久啊？15分钟吗？10分钟吧。你是说我们这样已经滑了5次吗？我觉得只滑了3次了。
不过第一次要从下面坐，第一次也就直接坐这个啊，奇怪。15分钟的话，滑到现在是滑了40。又来一个洞，什么洞？就是云层的洞。那天哪下雨？如果是夏天的话，就是太阳雨这种类吧。又下雨又出太阳，还好它够冷。那雪好小哦。嗯，不知道预报会不会又修改。总之明天最粉，但是这么粉，这种波度，这么粉也不能干嘛。不过这种波度这么粉的话，如果假设很粉，假如有到20公分的话，这个滑起来就会跟纳斯法那次一样，你要一直咚一咚一咚一才行。它都被压迫了。因为明天是晚上整晚下。然后他压的时候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压，他7点到8点在压，他7点到8点在压，8点之后还是会继续下，对。TNT， 但是另外不对 ，TNT 是炸弹哦。但是另外一个方向的字却是反的。INI 哦。不是，是 FNTC 吧？什么？奇怪了。所以我之所以刚刚那个雪板看不懂，会不会它左边正右边反？所以我看不懂它到底它正还是反的。答案是它两边都有。又要左边下，我一直靠你，有用吗？没有，左边下吗？我靠你，好，左边下，没什么的。
咻，比刚刚少多了。对，一轮十分钟，这样才五分钟。但是坐缆车一定不止五分钟，上去十分钟，下来五分钟，一轮回十五分钟。下来坐上去，先来看，这样。等会啊，刚刚坐什么表？坐上去再看。你要？我说，不用不用，你不要。这个是二分的。嗯。对啊，刚可能是快五分，但是快十分。嗯，快14分，看手表，数字的部分。哎，我手表怎么跑了？我跑了。你的袋子还好。
到底是来给我热还是吸我的热？我没有感觉你那里热啊，我一压也觉得冰冰的。对啊，怎么一压是冰的？因为身体穿的这一层会暖，是因为它中间蓬蓬的，帮你保留暖空气在里面。那你一去压它，你就会感受到外套的外层在变。下面平平的毫无痕迹。照他的说法，有的缆上面的缆车开到三点半就关了。嗯，不是哦，好像是高速。三点半就关了。三点半。嗯，那上面的应该也要早早关。那上面的可能四点关，那最下面四点半。所以理论上我可能花了。三点就收工了，那么早？对啊，今天就只是热身嘛，体力恢复日，明日是祈祷有。附近是拿饭的？不用啊，晚饭也要预约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四点收工，刚好拿晚上，跟昨天时间差不多。你慌张啊？啊，如果拿不到五点半，我会肚子饿死。你就跟昨天一样的感觉嘛。所以我三点收工啊，三点收工比昨天还早一小时呢。那我今天来跟美华一起去，反正我就是不出去。你要先回房间拿，然后我换成浴衣再去。对啊，大家都要。然后我今天还有多跟他讲，我要请流水，我说就是换毛巾的事。啊，原来你跟他讲半天。他真的会记吗？他记你账号吗？有，我问他，有问我，我就说二五五啊。嗯嗯。名字叫啥？对，我说名字，他说是那什么水，我就说佩特巴德鲁的水。他说哦好。是吧？因为他每天换别人住，他都要给人家两瓶。我们四点去住，你也还是要给我水吧？对啊。那这样刚好，那我们就不用买了，应付一天所需就是一罐。然后就是那个午餐跟晚餐，然后拼命喝水。然后晚上就那个就是熬过到早餐以前，对啊，差不多一天就是一罐了。够渴哎、欸，好渴哦、喔，渴死了！半夜起来都觉得我喉咙快干死了。你没有喝完你的水吗？我留一小口。我留两三口。早上的话，我是想说就要去那个了，所以我就没有继续喝。不过昨天晚上三点半那次我就有喝。我醒了，我就跟着喝。没有想尿尿，我就跟着喝。也太干了，太干了。鼻塞耶。怎么突然间感觉人很多？大家都逗留在这儿。右边好了，还是右边有一堆人坐的，没差，就走在右边。左右轮流走，就是走右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右边多人。那走左边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一次从左边走，觉得有点上坡，不知道怎么搞。这样下刚好啊。
刚刚练习的是超并拢，超并拢转反。这么夸张的？是啊。一脚打滑，那等一下刚好超车他是吗？应该是来不及，但是他穿好鞋子，我们刚好也到了。我觉得不是，我觉得地上的线是不是跟椅子对不起来？因为我坐左边的时候，我坐上来之后，左边还有很多椅子那样，所以我觉得是这样。你看得到他吗？他大概在这么前面呢，十格差不多。三根柱子线。十格吧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，十三格。车子多。对啊。那我们追不到他吧？但是下一趟我们会是一起坐，如果我们中间都没有停下来的话。嗯，这两个缆车的速度应该只差这一个位置而已。这个真的比较好。是啊。那不然我们就坐那个就好了，不用滑越野。也好像没差到一个。如果你说排队的长度，那就不确定，因为很多人都觉得那边比较短，就去排那边。所以我不知道确定哪边排的比较多。我再看到我的脚脚，我的都是，哎、欸，有比较两脚平均的。单独的橘色哦。
那个雪道中间怎么有个黑黑的东西？软软的东西。他是帮人家拿手，他自己的手套吗？这个人的左手是不是没有手套？没有，没有外面的手套，是是，就是他的。为什么掉在这里？I don't know。也许他就是路过这里，然后刚刚坐椅子的时候掉下去的。看这个位置，嘣，就掉在这。嗯，已经，他已经到坡了。是正要穿的位置。对，那我们接不到它。可以了。可以了。把这里滑得像馒头一样，板子超吵。我怎么有儿童在发热的感觉？而且没有太阳。有。很像被烤的感觉。那是因为刚刚正面一直吹风，你觉得很冷，现在是不冷的。嗯，不是说我发烧，我是说，哦，可以躺下。这个挡一下好像很强力哦。你要吗？我不要，到时候也是尖叫一声。他怎么还没有站起来？你说他穿很久吗？看到那嗯，还是走了吗？没看到，有可能哦。刚看小孩子滑倒，对，就没注意到。好像没有人。不是，我们看不到背后啊。要下车才发现后面一股票人坐在那里穿。怎么没看到那种要把头发露出来的那种日本女生？你知道说太不了解了，这要去哪里才看得到这种人？嗯，你接口吗？是这样吗？妹子，年轻妹子，快坐在这，然后在等我们。原来是这样。对啊。好，走。英雄。脚抬起来劈他的脸，奇怪，我就只是停在那。我翻过来是要打我，我只是不在跟他吗？那你跟近一点有办法，要随时停得下。
像那台也没有排比较长欸，感觉可以坐那一台。我是很直接的滑到这儿来。谁的？我一直找咖喱哥。走。我不知道他们的歌路差距。看起来我们但是没有晚多少，差两格而已。他会被我们追平，刚好平差一格。晒得好暖。有在外面啊？我觉得有。我没有啊。我觉得有对准。嗯哼。我们马上就要追过海车了。没有，对啊。我觉得晒得好温暖啊，真不错。他被追过了。嗯，帮我瞄一下时间以及时间那边有啊，1:35啊，才35，嗯，收起来，还想说要不要？你回头没看到建筑物上很清楚？那我们真的越来越快，我就在想到底富良野跟这里的山顶一样被困山顶是哪边哪边快？也很无聊，这里有点无聊。哎嗯，这样好像那个梅池上面山顶还比较好嘛，其实也是很无聊，也是一直滑。对啊。嗯，梅池的山顶，梅池的山顶的雪倒是有保证，是它暴风雪也是很了不起。他们现在一定很开心，他不是最喜欢冬天。嗯，可以不用跳下雪，跳下水。我说他上次热到自己站在水沟里喝水，是一定要下去一下，踩两下还是凉啊，有那种凉凉的感觉。如果我们带他去下大便好多哦，还是我们给他吃零食？嗯，又是蓝天。只是被他看到饼干不给他，他就好凶了。一直叫。他觉得那已经是他的。我的，妈的，我的，不给。下次还要去的话，
你是说夏天爬班嘛，还要再来一次吗？好像已经八方石也已经拍到了蓝天的了，就觉得好像还好。上次是在想说还有哪里要顺便租个车去的，就是还不大清楚，因为毕竟我爬山都是我选的点都是冬天坐缆车，顺便他就讲夏天可以怎样，然后八方才有八方石，其他地方有那种一个点可以看的吗？感觉没有，例如说藏王你坐缆车上去是去看地藏，嗯，就看地藏全身而已，没了。嗯，很多人都这副形状哎、欸。你说过了那个坡就摔成这样。对，然后就脚在上面，头在下面，板子也掉了。有很多人是板子没掉，因为他们的摔法就是屈膝屁股摔。这个人是摔到反过来。板子带走，他在挨远，不知道，他上的话就要降落在这个人的头上了。痛的感觉吗？屁股滑降法。上面有东西吗？那个山底有东西吗？你是说那个感觉很像房子吗？没有，搞不清楚啊。那个好像是，不对啊，还是只是山底是远远觉得，我知道有个叫旧万座温泉雪场，然后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是。草金温泉天狗山还是旧万座温泉？
撤降啊！我现在好像还蛮会撤降的。两边其实排一样长，那边有反折，这边没有反折。要不要直接滑下来就来尿尿？好啊。好吗？好啊。那这次上船厕所就从那边上。嗯？从上完厕所从那一个缆车上。哦，好啊。有，嗯。
他动物之声，然后每划一小段就放一个动物的立牌，不然没有动物。小狐狸。对啊。刘玉华吗？对啊。会动物。你看每个人都在那里吐吐吐的，算了。没错，而且还会看到太阳，忽然有，忽然没有。所以最后就是反折的距离。对啊，这个跳舞不错的，对，是有点。会不会把水都收起来不给人家？我不需要去吃药。哦，为了这个要跑去二楼一下，没办法，我要吃药。还是一楼你有看到吗？一楼没有水，我有看。哦，绳子一直在摇晃，只有那一段一直在摇晃，是爆开的什么原因？只有他一个人倒的厉害，不倒了吗？倒啊！奇怪了。确实，以坐火车的时间，以坐公车的时间，以及雪场的大小，即使再说苗场有多老，看这里也一样老。就相较之下，苗场感觉能滑到比较多的雪。对，多种雪道啊。对啊。还有田那个什么田乐，那叫什么乐？田带可以去。嗯。田代那边你也是带我一直赶路而已，好像也没有很好玩。而且田代那里的雪道，我们又没有去滑那种，但是那种感觉不像是我们可以轻松滑的 level。哪里？那里的界外啊。我没有滑界外，危险。也不是界外啦，就是。就是它这样一大弯，然后中间那种凹下去来的地方，别人都快乐在那边滑。
又一个，嘿，就一定要屁股坐下一下，然后抖了两下之后，他就觉得，我觉得会不会大部分人都是觉得脚比身体前面的，所以就没办法收不回来。我们在留寿都不是两个一起摔吗？嗯，那次好像也有点像，就滑下去了。就才离地十公分而已，脚已经在前面了，那身体没有支撑，那就只能往屁股就只能一路往下了。没有太阳，两人互打，有点卡在我们路上。没有的。Good.